是吧？太吹的，走，去看看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那是我们拉祜族男子的传统乐器，叫芦笙，也叫葫芦笙。对的，像我们看到苗族的芦笙，它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。对的，它还有一个吹管，它的吹管，它是两个配在一起，是吧？就拉祜的特色的乐器叫做葫芦笙，也许我们只看过其他民族，但是发现了这是用葫芦做的，所以它的这个整个共鸣的腔体是不一样的，对，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，对吧？你看它有五根音管，能发出哆来咪嗦拉的音，而是没有发和西的音。它没有发和西。那么我们澜沧是芦笙恋歌大字的地方，可能很多人认识拉祜族是通过这样一首歌嘛？对。阿哥阿妹的情意深，好像那流水的夜长，流水也会流自己。阿妹。